背景是这样的，就是我们这个专业的训练时常是出一个抽象的题目，是假的题目啊，你去做一个设计啦、你去做一个规划啊，什么之类的。那我们的训练的方式是说，你一定要去面对一个真实的题目。济州安那个时候，市政府有计划，想要全部把它清除掉，然后变成一个社区的停车场，就开始调查，开始做访谈。所以有一个日据时代的那一个城市的历史的过程，有一个战后光复以后这个年代，这些不同的城市累积在一起，让它出现一种能量，足以影响政府对这个地方的政策。我就觉得不同的文化有一种特殊的人跟环境的关系。我们那个专业不能够只是避民造车，也就是我们规划的成果，我们做出来的设计，推动的这些计划，最终不是为了我们，是为了要去用这个空间的。所以我才想说，我们这个专业应该发展成一条路线，叫做参与式的设计。